刚刚把这里的油麦菜都摘了。今天本来以为会阴天的，然后呢，谁知道又出太阳了。趁着有太阳，然后把这些拔掉，把这个地铺起来晒一晒，晒一晒就又可以种其他的了。这个土翻好了，夏天真不好，下雨天又干不了活，出太阳的时候又很热，干活很容易累，做一点点事就感觉累了。这边的南瓜苗跟那个豆角还有西红柿大部分都已经拔掉了，前几天都在下雨，不然的话这个土都要清出来晒的。这些生菜苗都这么高了，一直都还没有办法移栽。这些都是拔出来的南瓜苗、西红柿苗，还有一些菜根什么的，把它晒干一下，烧掉它。这里也有一堆，还有很多西红柿的，但是这个都要拔掉。这边土是这个小盆子的，刚刚看太阳大就把它倒出来晒一晒。这几盆土刚才我翻开看了一下，里面那些水果还没有露熟，还不能种，再过几天看看。这些绿的黄瓜苗、西瓜苗、南瓜苗，本来是想着说把那些土晒好就可以种的，但是这段时间下雨就没办法晒了，这个苗也都有点黄了。这里这颗西红柿一拔掉了，这一颗丝瓜马上就长起来了。这里刚刚也把西红柿一个苗给拔掉了，还留了一颗，这颗还有一些西红柿。这两颗就是南瓜，南瓜这里就长了一个大的南瓜，这南瓜还长得蛮大的。这边就长了一颗香瓜，还有一颗南瓜，长得还很茂盛的。百香果暂时不打算再种了，先种那个黄瓜跟南瓜在这里就可以了。这是前天还拔了一堆这个小葱头在这里，让它先晒一晒。这个天气预报也是都不准的，早上看天气预报还说有雨，到现在看又没有了，太阳又很大。